说真的，我认识我周遭身边的人，我觉得都不会，不可能有发展的空间。你过分，你帅气的外表。对啊。十年之后，江宏杰连三败，川剧接全明星四，断开福原爱，十年后再谈感情。王子江宏杰筹备两年，斥资百万的球馆开幕了。巴特对于全明星三连败，小杰还有勇气继续扛下第四季的领队，续命前杰 CP 吗？当运动员一定要坚持下去啊！就算再输下去，我也不会放弃。因为现在节目组还没有就是正式的邀约，那如果有邀约的话，我应该会全力以赴。对呀，不然这样很奇怪 ，CP 这样子断一个，这很奇怪，我有点走不下去。你们两位是会携手一起参加第四季吗？琪琪，你会再次击败他吧？没关系，放歌。是说啊，小杰又是球馆，又是全明星，感情缺口还是没有填起来呢。因为现在参加全明星就没有时间谈恋爱。不过全明星这边还是要试一下。现在身边如果有人。你不会，就是有时间跟他爱你，还是会就拒绝。2000 years later。对。没有啊，说真的，我认识我周遭身边的人，我觉得都不会，不可能有发展的空间。很多人会失望。对啊。但是你对女性已经失望。没有。没有。可能十年之后，搞不好还就是再说。真的再说了，对。这个月近期一直传出好消息，你有顾他吗？我有看到新闻，对啊，那就对啊，祝福他。那可以接受换个新环境，睡前记没有做。好了啦，没有了啦，不是 ending 了。对，这个这面墙，讲一下这个吧。对啊，跟大家介绍一下，这是他1314万颗，然后取其中拼出来的。对。什么？我们都是哎，谢谢。我会开课，我会。我比好像会比较贵，贵的点哦。还是有不同的老师。你要专业，我可以提供专业。你要需要照顾小孩，就陪小孩玩。我本身有小孩，我也可以去照顾他们小孩。你知道小孩是什么？大人。对啊。就看他小什么。出示证件，我们可以帮你打折。出示证件。